好，你好，收电视。哦，谢谢。为什么要拍我？哦，我们在记录，今天是他生日啊。哦，生日哦，生日快乐哎。然后帮我贴在那个这条线的最后面那个地方。谢谢。谢谢。声音又觉得很像阿雪。他们来了。麦当劳，欢乐颂。为什么这看起来真的好像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哎。怎么了？我要吃饭了。生日快乐！你看那惊讶的脸孔。欢迎收看，我是雷拉，雷拉，在我后面是阿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生。今天这一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企划，没错。因为我以前也不看实况，我也不玩游戏。自从接他回来之后，他就常常在看实况。然后他最常看的就是小光啊、你啊，还有有感笔电，他都可以讲出名字。他都不关心妈妈最近拍了什么影片，但是你一上新片，他说阿生上新片。那我们就邀请阿生呢来假扮修理电器的工人，我是当地的水电工，没错。对。然后第二个任务是要他假扮披萨的外送员，那看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现你。主要是因为他说他很喜欢你，既然他这么喜欢你，一定认得出你的声音。好，我等一下就尽量就是换个声型。对，换个声型，说不定他认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那就代表看到偶像还不认得，那真的是功课没有做得很足。我第一个要先当修电视的。对，然后你进来，他会问说：“妈妈怎么了？”我就会说：“哦，因为最近打雷把电视打坏了，所以叫人家来修一下。”没问题。我们的生日企划。户口。宝贝。你说，今天是谁的生日？今天是尤甘迪的生日。那他跟阿婶，你会想要先看谁？尤甘迪。怎么办？如果阿婶知道，一定会很难过。那你还喜欢阿婶吗？你看我的影片都没有看那么认真，我这礼拜上了一支新片，你知道是什么片吗？我从来没在看你的频道了。介绍这个游戏怎么玩吗？找一些零件的，玩到越来越后面，如果没找到的话，就整一直卡在那里。哦，所以它其实是要找零件的游戏，就算是解谜游戏吗？算是。我们的电视好像有点坏掉，前几天不知道怎么了。刚刚一直开不起来，我昨天有打电话叫人家来修。嗨，我收到指令，在3分钟就要进去了。那我先把你放到我的包包里面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好。你好，收电视。哦，谢谢。MOD 坏掉了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前几天不打雷打很凶吗？烧漏这一台哦。对，好像是。OK， 好。打雷？对啊。昨天不是前几天不是打雷打很凶？对啊。我可以到阳台去看一下吗？可以。但你是打到那？为什么要拍我？我们在记录，因为今天是他生日啊。哦，生日哦，生日快乐哎！这个是玩到哪里？有几个是实验失败的怪物。这是在看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在看谁的片？阿神。阿神是谁啊？一个 YouTuber。红吗？三百多万。这么厉害哦！这么厉害啊！这是你最喜欢的 YouTuber 是不是？还不算是。不算是啊。哎，我需要妹妹帮我个忙，这边有点小，可以帮我贴个东西吗？可不可以？恐龙的，你帮我看到那个白色的这个线在哪里？然后帮我贴在那个这条线的最后面那个地方。谢谢。声音又觉得很像阿雪。
关系暂时可以了，我贴了那个防导垫布，然后把那个线路改了一下，我要回去公司那边去调整一下数据。好，好，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有什么事的话再打电话给我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像阿神，真的假的？嗨，我等一下去送麦当劳，我是不知道送麦当劳怎么送进别人家里。你可能把它放好，再拿出来，时间比较长。哦，还要摆盘就对了，对。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我把帽子拿掉，然后这次再多戴个眼镜，衣服也换了一套，基本上没什么变。刚有怀疑吗？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对，这次应该要识破了吧？等你要进去哦。走吧。麦当劳来了。请进，请进。麦当劳，欢乐送。欢乐送。好，请问桌上就好了，这里。这个桌上吗？好。对，谢谢。这该不会是怎样？放这边就可以了吗？对，要不要一起吃？这样不好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啊，等一下，他就过来吃饭啊，电视关了，还是要放着。为什么这看起来真的好像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发生什么事哎。怎么了？我要吃饭喽！生日快乐！看这惊讶的脸孔。听到你昨天偷偷去有感笔电的直播了，我昨天发影片怎么没来看？说，我跟他比较喜欢谁？我要好好拷问你一下。哦，我们的礼物来了，两个，等一下。哦，蛇板。哇，蛇板，我有翅膀，爸爸送一个，超漂亮。我呢？送的是什么东西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这是什么？我看到 Kitty。Kitty 是 Kitty 的什么东西？打开来看看。手表。超漂亮。正版三 D 哦。把它拆开来看一下。对耶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跟阿神叔叔一起打。耶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是你。看起来很平凡，但又超级不平凡的生日哦。